好，那经过了我们两场非常激烈的比赛之后，我们所有的战队选手也都是火力全开啊。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让大家放松一下，由我们的管弦乐队呢为大家带来非常熟悉的 DNF 的音乐，有请。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现在呢，我们要进行的就是个人赛的抽签环节了。那稍后我们四个战队的选手上来，分别会从抽签箱当中来抽出相对应数字的号码球。那这个也将会决定他们在后面的出场顺序以及他们的对签阵容。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请上台来进行抽签的第一支队伍就是来自日本的日本代表队，有请四位选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选手。好，来，有请四位站定。那么现在有请我们的修盖尔送上抽签箱。那么这其中呢，里面就是代表了他们稍后会抽到顺序的这个号码球。来，我们从好我身边的这一位来依次进行抽取。对，好，从里面抽取这一个号码。那稍后我们再公布啊。好，来第二位。好，第三位。好，最后一位。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球的数字面对我们的正前方来依次看一下。那么我们的第一位抽到的号码是1号，第二位选手抽到的是8号，那么第三位抽到的那么7号，那第四位呢，这一个啊倒过来一下，是我们的2号啊，同样也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四位选手可以进入到对战区域了。来，在我们身后的第一个就是您的作战区域这边，谢谢，我们可以稍后开始准备个人赛了。好，下面我们要请上来的就是要进入个人赛的中国战队的四位选手，有请。好，欢迎我们中国战队的四位选手。好，来，现在有请我们的修格尔为他们送上这一个抽签箱。来，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好，5号啊。来，第二位。来，第三位，第四位。来，麻烦来给我们台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镜头看一下你们抽到的这个数字好不好。来，第二位抽到的是4号，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第三位呢，抽到的是6号，最后一位，麻烦能不能向我这边转一下，看一下啊，3号啊，同样也是现在抽到顺序之后，那可以进入到我们后方的作战区域，我们可以开始准备个人赛了。好，谢谢，祝你们比赛顺利。好，下面要请到台上来进行抽签的第三支队伍就是来自欧美的国际战队，有请四位。好，欢迎四位选手。来，有请我们的修盖尔送上抽签箱。来，有请。来，稍后他们抽到的这个顺序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会决定他们的对阵阵容。好，来第一位，来看一下号码。好，那就这样放在这个正前方。来，第二位，稍微倒过来一下啊。好，第三位，第四位。那么第一位抽到的号码是2号，第二位是6号，那么第三位呢，来看一下啊，1号，第四位是3号。好，那么现在我们的四位选手可以进入到我们这边的作战区域，可以开始准备比赛了啊，谢谢，谢谢四位。好，那最后我们要请到舞台上来的就是来自韩国的代表队，有请四位选手。好，欢迎四位选手。来，有请我们的修格尔送上抽签箱，我们依次抽取对战顺序。好，第一位韩世民，来看一下。哎，不，我们就在这上面，不用掰开。好，8号，来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好，我看一下，第二位选手是4号，来第三位是5号，那最后 OJC 你抽到的是几号？啊，7号啊。好，那现在也已经有我们的韩国战队可以进入到后面的作战区域，可以开始准备个人赛了。好，谢谢。来，这我身后你们的作战区域。那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四个战队的选手呢已经分别的抽好了在个人赛当中他们即将要出场的顺序。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大屏幕呢会有刚才他们所抽到的这一个顺序所决定的他们的出场顺序以及对阵的阵容。
好，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十六强的淘汰赛呢，也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抽签结束之后来进行了啊。那每一轮我们四个战队的选手接下来的对阵顺序就会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样，我们上午的比赛结束之后，马上现在也要进入到非常紧张的个人淘汰赛了。好，那看过了我们的出场阵容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把画面交给我们的解说台，一起来期待接下来的精彩比赛。好，我们这边马上要开始的是我们个人赛十六进八了。其实刚才我们在现场抽签之后，刚才大概简单的看了一下我们的对阵，左边半区中国队的选手在一开始就有遭遇，而且是两个人，对，两场都碰到。吴天赐和吴九是哦，那个吴天赐和吴奇，吴奇。还有第二场的话是方浩对阵鞠春良，对对。哦，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其他的。是日本队也有这个交锋啊，那我们还是一场一场看。那其实右边半区的话呢，韩国队这边他们的抽签也有内战碰到，包括国际队这边也有内战碰到。那其实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看到很多的内战啊，国际队的德比也是比较好看的，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比较熟悉。比赛的话是 BO3，所以说赛制比较短，对于选手们来说适应的时间是很短的。好过去年的 BO1 嘛？啊，那也是嘛。对啊，去年的 BO1 确实有点措手不及啊。它是一个循环赛，今天的话我们是用团队赛来分这个上下半区之后，然后来进行这个个人赛的十六进八淘汰赛。那我们是 BO3 的赛制，刚才已经简单的看了我们这个第一场的比赛呢，等会儿就要这边是青木亮来对阵赤木亮，对。对，那是日本队的一个内战啊，所以说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去看一下。因为刚才我又简单去看一下我们这些网友的评论，他们说感觉是一样的，今年日本队和国际队他们这个水准的话提升还是蛮明显的，是，而且就今年可以说有着井喷式的提升，就包括每个人的发挥还有个人实力是非常的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DNF 的各个国家之间选手之间的水平它在不断的拉近，那对于比赛的精彩程度来说是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非常好的，就包括这样的话其实从观战质量还有我们的选手们的真的是综合实力提升得非常的快，没错。那这样的话等会儿我们要先看的是第一场日本队选手的一个内战。那他们之前在，因为我记得啊，日本他们国内的 DNF 比赛啊是叫天下第一武道大会还是格斗大会啊什么，然后在想着七龙珠吗？不是，因为他们很有那种武道精神嘛，对，那种精神。而且他们的时装你看没有，就是全都是你像头上戴着围巾，就包括是穿的比较格斗化一些。他们就是比较喜欢格，但是格斗戏很多，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在2009年这个三国赛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柔道选手非常强啊。那这次他们出来是一个气功啊，马上还有一个。角色是这个选手是什么职业？没看到啊，没看到，因为这边没有备注职业嘛。啊，我也有忘记了，因为对他们毕竟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只是说啊，我比较熟悉的是那个坂本翔平，对，他也来过，对，而且他那个头发也是比较的帅气一些。而且之前还有一个日本选手，他就可惜这次也没来，他当时玩一个白手，一个白手。是前年的白手，前年的白手，那位日本选手，他就是属于那种表现力非常强的，他一旦站到舞台上，我记得有一年 F1 的时候，日本选手输了之后都是这个样子，没有，而且他们四个都是这种表现，对，特别的好玩，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队伍啊，是，但是这次他们没有来，然后这次来了几个选手呢，都是属于比较正经、正儿八经的，不过也有两个这表现力我觉得还不错的，对，国际队的是吧？啊，对，戴帽子的，对，那是一个，还有日本队其实还有一个表现力也不错，日本队选手其实也很有表现力嘛，是，但是他们在表现力的同时个人实力的提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尤其看到这个日本队他们的连招，我感觉跟我之前第一次见他们就完全不一样， 我感觉跟我看的以前的比赛都不一样，以前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是比较秀嘛，比如说李勇蓝拳，不过他们现在连招首先是娴熟的，第二就是其实他们的随机应变还有他们的一个走位更加的细腻，是，这个打法上面都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攀岩，在提升。我们一直说，任何竞技运动，不管是电子竞技还是传统体育竞技，它首先要做的都是模仿。当你模仿达到一定的地步、一定的熟练程度之后，它才能够衍生自己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而且对于每个选手来说，就如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是的，那我们这些选手在
每一年的比赛啊，因为我们知道年终 F1 是最后的一个比赛盛典，那在之前一年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练习都将是在最后印证，对他们之前的一项积累经验，还有他们一些就包括看一些视频都会有一些就参考还有学习。那么今年的话，对，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队伍表现来说真的今年还比较的抢眼。嗯，那比较期待的就是接下来我们个人赛当中然后这些选手之间的一些对抗，而且个人赛考验的真的就是自己的一个个人心态，因为团体赛的话我输到我还有队友，但是个人赛输到就真的是没有的。 对，因为我们之前包括我段一样，我们之前可能都是去选手出身，我们知道打个人赛和打团队赛那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么看一下我们第一位选手是青木亮，年龄27岁，职业是女气功。是的，他的表现在之前团队赛当中也是比较亮眼的，而且他的其实一个他个人的 CD 循环用得非常的好。嗯，那他对手也同样是，哎，他这个日本选手的 pose 我觉得还蛮像彩佳艺的。哎，其实第二个蛮像，戴着眼镜，然后这个如果再抬起头来又更像了。哎，胖版彩佳艺啊，寺内智玉啊，年龄23岁，是机械选手。啊，机械打气功两个这种就是消耗性，机械比较好打气功，好打，但是还是要看气功它的一个，就包括你像把对方的像不管是攻城还是高达还是炮台，只要先清掉的话，对方的 CD 节奏一乱，那就自己来说就有。因为像这个机械的高达或者炮台的话，气功它要清，那首先我们说炮台的话可能还要好一点，那高达的话可能女性攻就要去耗费自己的狮子吼，一般其实我觉得不会用，因为大这种 CD 因为它晕人，所以说还要留的一般跳叉来清一下，然后下一个被摔也可以清掉，但是对方的话一个手雷的话还是跳叉打不下来，跳叉打不下来，跳那就跳两下嘛，跳两下也比较难，因为气功它是一个魔法攻击职业，它拿手套的话它的攻击力不足以去拆掉它，所以一般因为我自己也有玩气功，可能更多的时候用狮子猴去拆还比较好的，因为一旦把这个机械的它的召唤机械物拆掉之后，对于机械来说它就已经就等于是老虎拔掉了獠牙。哎，但是气功它本身因为它有风之气息在，所以说它的一个金刚碎可以说是一个瞬发，是就看如果对方反应不过来的话，包括西装顶不好的话肯定是不会被起手的，没错。对，那这样的话呢，无论我们说再多还是要看选手在实战当中的发挥，那等会儿他们两个选手读完技能之后呢可能就会开始这一场比赛，而且尤其是这种像自己熟人对战碰到一起，他们自己的打法私下、啊、肯定有非常熟悉了，练过很多次，所以说这个套路很熟悉，就看谁的比赛还有一个现场发挥谁会更好一些。是的，而且他们之前应该也是有在这个他们国内的比赛当中应该是有过交手的、啊、舞蹈大会是吗？对，不知道是谁夺得了七龙珠、哎、谁夺得然后召唤神龙了啊、七龙珠那个比赛最后拿的也是奖金，然后最后被孙悟空啊一顿饭吃没了。好，那这边应该是我们的现场先调试一下，因为是确实是包因为比赛不管是装备还是加点肯定要做到绝对的完美。是的，那这样的话呢等会儿看一下日本选手，因为这两位选手他们获胜之后对阵的就是吴奇和吴天赐的一个胜者，哎，这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好，那现在的话日本选手也是准备就绪了，我们看一下他们这场内战。好，这边的话是女气功青木亮对阵男机械室内之翼。嗯、好，我们的第一场比赛月光酒馆也是正式开始。开场的话，双方可能会，你像包括副空弹还有气功，可能会推一下，先试探一下。这个机械开场拿了手炮，好，那应该是比较保守嘛，防止对方过来压想飞一下。因为他一拿手炮的话，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国内非常早的一个机械啊，大 B。哦，那是很早的版本，很早很早的版本，他不加 BBQ 的。那个就基本就是以消耗为主，对，那个就是全场跟你跑啊。但是但是那个版本是可以接受，因为血少，而且大家脆。版本现在不一样了。是，现在这边的话，开场是被李希公的前踢起手抓到一次机会。哦，这边的话二十刀 A 直接。狮子吼，狮子吼肯定是用来拆这个高达。是，而且现在炮台的话就你看折颈啊，正对折颈之后，哎，你看这个气功他也是没有学疾风追击的，女格斗的这个女气功的这个。前撞啊，在不学疾风追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直接撞浮空的。但如果学了疾风追击，那只能是平推了。
看一下这个雷龙，双方互相是45的话，直接先关，直接去打人啊，完全不跟你啰嗦。而且因为两个职业都是不假，所以说比较脆嘛，还是以消耗为主。好，这边一个四，因为四主被清掉，所以说这边放一个空中支援，先来支援一下。是的，控制精灵。哎，这边想要空中射击是直接被分身给撞下来了。抛了个啥？漂亮的上勾拳，直接顶掉这个。哇，这个炮台放的有点尴尬。这个时候狮子吼是清了爆台，那下面如果有高达怎么办？但是来了，看他怎么来，只能躲了，他应该是要躲过去，跳叉，但是一下是清掉了，因为加了猫拳了。对，不过对方也是看很准，一个粗火先把你打下来。现在的话，机械这边还是想要去，漂亮。机械肯定是要去追一套的嘛。没错，但是现在机械血量少，跟这种因为他是有念及环绕在的，其实耗血来说，他其实现在是很亏。但是对方无止境在这么消耗下去的话，再推着雷龙来了。这个地方要硬吃硬扛高达的伤害啊，但是换血的话，它是因为血量有优势，它有优势。个人赛无所谓啊，对啊，我只要是能够达到击杀你的目的就可以了。好，这边气功的 MP 消耗也非常的厉害，但是时间是三分钟，所以说是肯定是够了的，够用，时间应该是够用。哎，这一场漂亮，又是一个上勾拳的霸体顶掉了这个手雷，意识非常的到位。哎，看一下这个狮子猴被破了。刚刚不是狮子吼，好，应该是释放技能被迫掉了。这边继续让机械在控制，但是机械这点血量，对方再突出来的雷龙，只要碰到你肯定是要死了。是，你有蹲其实也能给你破掉。金刚碎先清一下，现在也只有30秒的时间了。是，还在一直不停的飞。对，还在消耗。又是一个雷龙蹭到，看一下，本场第三流啊，只要直接前撞。哇，这个气功打法很像我们国内的网通区的一个气功。叫尤姆提娜，尤姆提娜他是跨六的嘛，所以说他双方打法其实蛮像，就是以拖为主，然后这边我尽量是以这边无敌包括分身来压你，是因为你只要进场我就去压你。而且尤姆提娜这一点也是尤姆提娜跟我讲的，就是说他们这个女气功，她的因为猫拳开了猫拳之后前天撞，它是有一定的 Y 轴和 X 轴的，所以说他们经常会用前天撞来起手。对，最主要前提就是不能学这个疾风追击啊，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就是通常像高手他们比较注意这个细节，可能有的格斗他说像比如说散打或者柔道或者毒王，你要说不学疾风追击的话，他们这个没有办法前天撞强制上勾拳，强撞。对，但现在的话他们，但对气功来说，我在连招方面就是近身的四叉上勾拳撞撞勾这方面要求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我通常都会不学，是，而且来有这个浮空的效果。是，他其实猫拳的话是有 Y 轴和 X 轴判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像打篮拳这种职业是很好用，但是机械这种它以消耗为主职业，它肯定不会跟你站在一个上下位很近的距离，是，还是以拖为主。哎，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刚刚看的是青木亮这边呢，日本的亮哥是先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的话会来到这个死亡之塔啊。小图的话开场我觉得机械应该，他如果还用手炮的话不如去偷一下，是，去偷一下的话，万一起到一次手的话，还是蛮不错，因为开场的话把对方一个 C 顶打断。没错，那这边看一下他会怎么选择。开场的话看一下他的这个武器依然手炮，更多的是想去远程消耗。那气功要做的就是不停的使用自己的技能去打断他的这个技能。这边真空期想去通下场，这边一个抛杀，但是 BBQ 起来吃到这个罩子，但有罩子，吃到 BBQ 之后有罩子没关系。来看高达出来了，其实高达的话真的分清分清身还是蛮快的，两炮直接清掉。是，又是吃到一个，那这个位置灌到墙角去，可是炮台没有，而且但是浮空弹好像是没有打得很准。是，女气功虽然是不假，但是她因为有一些分裂的状态，其实还是蛮抗打的。没错，而且她的一些 buff 也是加防御的，而且她本身有猫拳在，所以说她的防御是很高的。猫拳是35%减伤，以及这个两个逆时环绕是有加，对，各加2000的防御啊。而加风之气息的一个速度嘛，这边的手雷起来了，连吃上把是连顶三个手雷，这把连吃三个手雷，风水轮流转。再看一下室内之翼它的一个角落炮台稳定性能强不强，这边的话这一系列看切这几啊，这样还是几二，其实这三的话打输出的话最后来个踏射其实伤害可以收的。对，哎，这边是其实有同心技能保护，就只要点射就可以了，让这个机器人爆炸去打伤害，很稳啊，不还应该继续点的，是应该继续点的，因为机器人并没有爆炸。对，
可能想的是确实是怕对方 miss 起来直接把我提到，是的，还是要防守。我螺旋螺旋完，而且遇到雷龙，我立刻取消雷龙，取消之后爆炸，然后打浮空，这个操作非常的亮。但是现在双方血量以这么耗血为主的话，其实是一个军事，就看现在吉野能不能再去马上抓他一套。没错，就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其实都有机会。是，现在对方没有猫拳了，这边是无限的用念级波在推，把对方一个身位逼一下。哎，这边是还好啊，高达现在天上，现在气功的蹲是没有的，看看这边要不要去手雷打一下。因为有这个蓄力电气炮的存在，所以说机械的远程引爆对于气功来说威胁并不是特别的大，是总是可以远程直接把它打断了。但是现在如果拖时间的话，其实根据血量来说气功优势是很大的。没错，还有四十秒，这边高达出来放着无敌，要不要去探探，要不要连带过一块去吼一下。哎，你看又是这个擎天撞，直接是撞飞雷龙，看距离太远了，所以说直接是取消掉。好，漂亮，漂亮，直接是2-0，那战胜了自己同样来自于日本的队友，漂洋过海过来的选手，结果打了一场内战。哎，那青木亮呢也是进入到了我们这边的八强当中。那么第二场比赛就是我们国内选手的一场内战了。其实水门和吴奇呢，两个选手之前也是有过一些交手的，对，他们俩其实私下练的也很多，所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对手了。没错，刚才的比赛也能看出来，在熟知对手套路的情况下打的更多的是一些临场的，就基本算是就是勾心斗角嘛，还是要他们两个人今天的那个状态都非常的好。上一场水门和吴奇他们的发挥都非常出色。对，那接下来这场比赛呢，因为是淘汰赛阶段，如果而且是单淘汰，一旦输掉的话就没有就没机会了啊，所以说现实是非常残酷 的。我们支持的都是中国选手，对吧？手心手背都是肉，无论谁输谁赢啊，我们总是要淘汰掉一个中国选手，可能觉得会比较的，哎，比较可惜嘛。但是好是好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选手没有抽在一，就是在左半区，他们没有抽在一块，左右半区不会抽到一起，对，不会抽在一起，因为我想着上半区这边，万一是四个还中国选手冲到1、2、3、4或者5、6、7、8，这种就尴尬了，那就很尴尬。对，只能有一个进四强。是，那不过的话，这个因为上下是分开，所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因为比赛是 BO3， 所以说吴奇和吴天赐两位选手嘛，也是适应型选手，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还是要看一个个人发挥吧。没错，就看谁会紧张或者出一些真品不好。对，这个就是要看他们最后的一个发挥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关键阶段啊，没有谁带谁啊，没有什么我一个人 carry 我的队友，那全部要靠自己了。没有，吴奇可以带着哥布林嘛，两千分哥布林在敲敲。哥布林带吴奇，你说错了。刚才这个哥布林的发挥实在太亮眼了，而且是两次打断了。是，好，那么这边的话，我们还是看一下刚才日本队两个选手的一些对战画面。好，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刚才的一个精彩回放之后呢，即将开始的就是我们内心非常纠结的一场中国内战。没错，是十六进八第二场比赛。哎，那吴奇对阵水门，我们看两个职业是立法对阵鬼泣。鬼泣没有说哪个职业克制哪个职业，因为对于鬼泣来说的话，他要做的是尽量把自己的这个CD 循环打出来。对，但是其实对于吴奇来说，他需要做就是把对方的节奏打乱，然后自己再因为用自己的天机的花掌去直接去突进对方。所以吴奇他有一个技能就是强袭，强袭一定是他最优势的一个起手技能。我们看到这边是吴奇，那伊斯塔占领我们的国服第一立法，
啊，其实乌奇的话今年回归以来真的就是胜，真的是风头正盛，到现在为止的话一路杀到我们的 F1， 希望他这场比赛也是有了好的好。退隐了一两年没打比赛啊，随便打打，小声你记了很久，随便打打，随便打进了 F1， 然后随便打打，然后拿了个冠军啊。看好这边的话是水门吴天赐啊，电竞庞龙，水门最近也是风头很热呀，是因为他现在应该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巅峰期啊，是可能他的成长可能还在继续，但是目前我看到的已经是相比较以往来说已经是最强的时候了。好，那现在的话两边选手已经准备就绪，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场中国内战。好，这边的话第一场比赛依然是酒馆，哎，开场水门这边他一个鬼影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加出来、嗯、因为对方你像武器肯定会过去试探性的包括骚扰一下，是的。来看这边开场之后这边是因为立法他这个职业虽然是非常全面机动性也很高，但是在突进能力方面，在开场突进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对，开场还是以保守为主，对，他的突进主要体现在就是简单的小突进就是落花接天机，那大突进就是他的强袭，强袭和拉拉拉，是。来看一下，哎呦，强袭，强袭取手，但是在冰阵里面强行拖一波，圆武棍拉回来，圆武棍打回去，但是没办法了，因为他在阵里面其实也不是特别敢，是，但是现在已经耗到了三分之一血量，其实是可以了，毕竟是一个布甲嘛。哎，看看吴天赐这个时候在角落里面死神在，所以说对方也不敢进来。这就是一个真正性的加点啊，我是学雪人的，啊，看雪人。直接是蹭一下这个驱散，哦，满级的这个啊，不是满级，是有很多炫纹的炫纹强压，范围非常大。没错，那这边一个鬼影闪闪到，没盯住，人品差一点，赶紧控个精灵。好漂亮，抓住了。好人。哇，又是一个强袭！哎，但在子阵里反向打，就是要把你推出去。看一下这个冰阵啊，我们说这要小心这个冰阵会冰住。最后一个结束的时候冰到，但是有破蹲了。大家这个黄漂亮，直接裂波。起身之后直接裂波。鬼影边扯回来，继续控第二精灵，以后这边鬼影不开启。阿海这边也确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啊。是这一场，其实吴天赐虽然说被压，但是他的节奏一直没有乱。这边又是这月光斩起到手，哥布林，而且哥布林是一个直线啊，这个石头稍微的短了一点点。好，一个解放。刚才这个石头短了一点啊，有闪到，是的，现在两个人血量都差不多。冰阵，如果水门被一次完整起手可能会被直接带走，但是同样对于二海来说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啊，因为但是他有一个草原要好一点。但现在吴天赐他一直在这个位置蹲坑，看一下吴奇他敢不敢过来直接来拼一下啊。二海这边他的这个雪人和星星弹的作用就是要逼迫水门逐渐的走到这个子阵的边缘，而且就是其实雪人僵直一瞬间可以过来接天机的，这也是他的一个。哎，起手成功了，看一下这一套，如果是满输出的话，有可能是要带走的，而且龙刀还在手里憋着。没错，落花之后，落花漂亮，龙刀带走了吗？差一点点，压起身，直接双锤，双锤带走。哇，我觉得首先我看到我们今年的 F1 上面再次看到二海，证明什么？我从刚玩 DNF 的时候我就看到阿海在打比赛，对吧？那个时候是有一场比赛是我们玩家自行组织的斗魂的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阿海，一直到现在为止阿海依然能够站在我们 DNF PK 场的第一线。我是记得有一个血海深仇的，哎，那个也是很早的一个团体赛嘛。不过说实话，阿海可以说是我们的很多人的一个启蒙老师，那他这一场比赛也是先拔头筹拿下一分。我以为你要说阿海是我们很多人的梦中情人。这个启蒙老师待的时间有点久，有点久，但是他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那现在依然能够站在我们这边的顶尖选手之列，并且有如此好的发挥啊，面对一个后起之秀啊，吴天赐依然是能够先拿一分，确实看出他的功底，而且吴天赐，而且吴天赐这一场因为是小图，他开场一个鬼影步先加上，是要去进行攻下。哥布林来了，哎，这边是蓄力的，哎，漂亮，强去强顶，这个有点不理智啊，因为你要知道，虽然你前面这几段啊，无论你的这个蓄力的鬼斩还是月光斩都有霸体，但是你要知道炫纹强压一旦你命中就是浮空。而且他没办法，因为他是霸体，你顶也顶不好顶。哎，
这边两个人有一个互相算计啊，就是格挡之后阿海立刻就走开了，没有继续传进去打。但是死亡之塔其实对于水妹来说，他拖包括蹲前脚是正好蹲，因为他可以在两边的下位去蹲。是这个坑啊，对，这坑你也不好进。嗯，好，一个冰道，这个肯定要交好人了。但是下一段如果被取走，这个上桥提到，但是哥布林救了一下，没有传人，看能不能持续冰道有蹲。下面你看到是来自国服跨五有达人称号的哥布林，啊，一会儿开到斗神了吗？就，对，太厉害了啊！正在持续进阶，好，这边现在是真冲击的这水门，他是没有规定步，看他如何来做，哦，漂亮，是一个实战起手。现在水门他相比较之前，就是说在小技能的应用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溜啊。而且他的十字弹还有他的包括对，就把鬼影鞭抽回来。哎，你看，只有在这个你身上爆鬼的时候，我鬼影鞭抽回来，我是可以接上条的，因为这个时候你有减速，你反击来不及。但如果你身上没有鬼的话，他就不敢这样上条了。但是比如说打低硬直职业时也可以接的嘛，不过还要看自己的一个表现。嗯，好漂亮，这边直接预判一个上条起来，而且是一个反位。是的，开了卡洛。这样的话，阿海这一局可能就比较危险了。有王扎，那他现在虽然说身上是没有爆伤害，但是这点一直在耗血，也是很难受。是的，一下就可以耗死了。所以相较于，水门来说的话，阿海这边血量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去硬拼了啊，一个鬼闪带走。带走。好，那双方是一个一比一平。哇，双方这今天真的是要放大招了呀！是，而且到一个已经是决胜局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选手的内战也是看出来两个人实力相差并不是特别多。哎，不过吴奇给我的印象就是真的就是比赛的时候就是冷面杀手，就是表情永远是那么的冷酷。是的，打完之后他会啊，然后表情还是那样。对，因为阿海也说过，其实打比赛紧张吗？都紧张，但是在紧张情况下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实力，主要就是看谁能调整得快一些。嗯，好，来看一下双方的决胜局。这边的话是一个雪山训练场。那如果输掉比赛的话，将会非常遗憾的直接淘汰出局。哎，这场比赛不管谁输谁赢，将真的是非常的残酷。嗯，到底谁能挺进我们的八强？看一下两位选手的一个发挥。喂，水门这边是利用鬼影步的无敌，直接贴近了阿海，然后强行去顶了一下。这个血门强压，但是而且他很聪明，在上下位只要骗技能马上上刀擒手。哎，放着绿阵，鬼影鞭抽一下砸下输出，这边是要接冰阵，接冰阵吗？直接睡着了，那就不接冰阵，这是要抱大腿啊，而且抱到了。现在这边鬼影鞭想预判，不过现在吴奇必须要调整一下了，这边毕竟是自己的抵抗被减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我想到李勇哥说的，这张地板是比较偏白色的，刚才那个睡觉一般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还真的看不到啊。不过这两个职业的他们的技能比较就真的比较鲜明，基本是不会是错误。是的，我这边想预判，但是这边还是要控到精灵，因为他想预判那个阿海的强袭。对，而且包括他的一些突进技能。是因为那个位置阿海的强袭是可以穿，可以穿过那个强袭起手。哎，这边冰的话十字斩直接是把草原骗了出来，又是十字斩。来看一下，哎，这个影落直接打到强袭了。你们看到阿海刚才低了一下头啊，是有点沮丧，不过没有关系。是看一下这一招，这边一个解放直接很果断。好，双标继续后跳手，双标扫地。哇，这一波血！哇，现在这个身上这个减速，而且一波再次关了回去。这一波真的非常难打了。水门目前血量还是几乎是满的，再次上条。对，这一场的话，吴奇有点放弃治疗了。漂亮！对，好，那我恭喜吴天赐是进入到我们的八强当中。这场比赛的话，其实我觉得，水门在后面两场比赛有去调整，是，而且打了一个让一之二。其实吴奇第一场赢了以后，真的就感觉就啊、嗯哦、长呼一口气。但是第二、第三场确实后面水门打的真的是有一点锐不可挡的感觉。对，关键是他在一些小技能棋上面，就是能够看出来水门目前在比赛当中的一种自信。对，而且岳云海之前、嗯、他每次打比赛的时候强袭棋手用的非常的妙。然后水门这一次的话，都好像有针对性的针对他这个棋手。这一场水门他就
首先是防强袭防得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吴起他的强袭没有敢轻易的那么用了，加上他第三张地图就是他的十字斩无限去抓，抓到以后直接接上条，草人出了两次了。没错，那细节决定成败，刚才呢也确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瞬间，我们赶紧来看一下。